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珍妮姐姐来喽！今天我带来了棒棒棒棒棒超级飞侠游戏贴纸书。不、哦，他们已经去到郊外了，我们也赶快跟上去吧。Go！ 朋友们，你们快看，我和小爱都到了。其他人呢？不、哦，其他人跟我在一起呢。你们快看，乐迪在这里，他给大家带来了一棵梧桐树。小柔也来喽，他给大家带来的是苹果树。哇，好多苹果呀，珍妮姐姐都想吃了呢。嗯，琪琪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树呢？嘿，你们快看，是柳树。哇，所有的树木都种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玩游戏吧。挑战开始。首先我们要从包警长这里出发，嘟嘟嘟，走到了一路，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建筑，路上有金字塔，拐弯的地方还碰到了好朋友乐迪，再往前走有埃菲尔铁塔，嘟嘟，出租车来喽，请让行。再前面呢，就是我们的工程车在工作，朋友们千万不要堵住道路哦。小心小心，这条路正在施工。哇、哦，那我们就赶快往前走吧。你们快看，前面有一个超级漂亮的喷泉呢。哇，夏天我可最喜欢的是喷泉了。嘿嘿，再往前走，拐弯的地方有一个风车。呼呼，哇，风好大呀！继续继续。大家好，背景员上线了，你们即将到达目的地。哇哦，继续前进。当当，到了包警长的这里，我们这个游戏闯关成功。呜，下一个游戏是什么呢？呜、哦、原来是小蜜蜂要学习英文字母，那我们快来帮帮他吧。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在这里， A B C D E F G H I N O P Q R S T U V X Y Z。我们帮小蜜蜂把所有的字母都集齐啦，这一关闯关成功！咻！哇哦，接下来超级飞侠来到了一个小镇里，可是小镇里有很多东西都不齐全，我们来帮它贴上吧。在小镇的最右边有一家披萨店新成立了，除了吃的，当然还有有看书的地方。书店建在这里，那我们玩应该去哪里呢？在这里建一个游戏城堡吧。叮铃铃铃铃，我们还要去上课呢，就把教室建在最中央，这样所有的朋友们去到教室距离就很近了。嘿嘿，哦，去了小镇，超级飞侠还去了哪儿呢？哇，原来他们要准备晚上的舞台表演了，你们快看，有乐迪，他带来的是什么呢？我要来吹小号，嘟嘟嘟。哇，很不错呢。那米莉呢？我要来给大家表演我最最拿手的二胡。你们看，上面小爱也准备好了，我要给大家表演手风琴。最后是我们的琪琪，琪琪要带来钢琴表演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哇，这
场表演可真是太棒了。朋友们，你们会乐器吗？留言告诉我吧。别忘了点赞订阅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